你平时就躲在这儿啊？对啊，我一般都在这儿写作业。你们在哪儿照的呀？我哥去西安之前，我们一起去山顶玩，那个时候拍。这个女的是谁啊？我先问你啊，我前两天去你们班找你，但你没在学校。我提醒你，马上要期中考试了。 哎呀，我算了一下，我最近成绩应该还可以。你怎么像个学习委员一样？你生气啦？是不是因为我最近没去找你？我生什么气？我琪琪。 好了好了，我问你，那王峥对你怎么样？好啊，特别好。我觉得全世界对我最好的女人就是你和我妈妈，对我最好的男人就是王峥哥哥了。他对你再好，也没办法替你考试，你还是得好好学习，知道不？哎，知道了知道了。啊，那你呢？ 昨天我看到你跟张俊在一起，他对你好吗？我又不需要他对我好。哎，其实吧，我觉得他有点奇怪。哪奇怪？就感觉
感觉他身边跟他玩的人太多。你笑什么？你不许笑！这个张俊太过分了，我们不让他跟别人玩了。哎，这个周末就咱们几个，你我张俊小马哥，就咱们几个出去玩，别带别人。去哪儿？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呗，最好能找个可以过夜的地方，咱们俩睡一个屋子，说一晚上的话，像小时候那样。行。哎，你还没说这个女的到底是谁呢？哎呦，你怎么那么爱打听啊，郭小飞？你说，我告诉你啊，她叫妖娆，妖娆姐，跟乌贼哥刚认识。西安长啥样啊，哥？我都没去过，我就在报纸上看，说是挺大的。大，特别大。你想想，从咱那火车站出去，骑车10分钟就到家了吧？从这儿火车站得骑30分钟才能到学校。这么大，那是不是你们学校离得远啊？学校远，我们学校旁边就是鼓楼钟楼，正经市中心。哎，你知道在钟楼旁边有一个小奶糕，就叫做钟楼小奶糕。下次回去的时候我给你带。你哄我呢是不？你坐火车得一天，回来雪糕不得化了。店里怎么样？店里乌贼哥看着呢，我感觉看得还行吧。你呢？快期中考了吧？对呀，我努力着呢。你知道吗？我现在每天12点才睡觉。不是，你不能睡那么晚，睡那么晚对身体不好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。知道了。你咋还这么爱啰嗦呢？哎，你同学有没有说你啰嗦？那倒没有，他们说我说话精辟。我不说了，没废了。考试的事儿你放轻松，你做任何事情都得轻松面对，知道吗？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那你也放轻松啊，哥。嗯，照顾。你就是我爸梦寐以求的那种儿子。我想考到北京的大学，所以我得更努力。哎，你们呢？你们想考到哪个大学啊？哪个城市？我呀，就是在西安就行了。王哥，你去上海。上海多好啊，有东方明珠。你们想看？西安还有城墙呢。小波，你上回考多少分来着？考的不行，考试那天家里出点事儿，很气啊。不过没关系。咱们学校呀，老师押题特别准，去年我同学考北大了呢。哎，你喜欢哪个球队？曼联。跟李和哲一个德行。你上厕所去了？不是，你洗澡你就穿裤衩来啊？你这小子呀，到哪都是蹭。大雷又下雨，雷哦！什么？下雨要打伞，雷哦！这我也知道。天冷穿棉袄，雷哦雷哎呦！天热扇扇子，智慧就是什么呀？怎么见呐？哇，非得幼稚不幼稚，幼稚不幼稚？那多大了看《海尔兄弟》？张俊也看了，你问张俊。我可不看这种东西，我都是听隔壁小孩唱的，谁用那瞎说呢？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张俊爱看《叮当猫》，爱的不行，是吧，张俊？哎，初中的时候让他们老师查出来看漫画，人家以为他看什么呢？结果一看《叮当猫》，怎么了嘛？《叮当猫》很好看啊，你说呢，琪琪？好看。我也觉得好看。行啊，你俩。哎，小飞，要不咱俩走吧，别在这当电灯泡了。我不走，我就要在这儿点着。我走了，你们欺负琪琪怎么办？谁敢欺负他？我第一个不答应。我在学校一直罩着你，对不对？谁罩着谁？听见没有？谁罩着谁啊？罩谁啊？啊，他罩着我。
咱俩你们在这下吧，我从前头掉个头。包你自己拿吗？进，随便坐啊。哎，好累呀、啊！你别着凉了。嗯。你要睡上屋里睡去吧。哪儿啊？楼上月姐屋。哎，我都安排好了，晚上你跟琪琪就睡月姐屋里，有大床，然后我跟玛丽睡隔壁，就上下铺。哟。你还挺熟啊，我经常来，这就跟我自己家一样，你们也别客气。怎么样，想好玩什么没有？我们做饭吧，我还没做过饭呢。行啊，那包到咱俩身上了。哎，对了，月姐还给咱留了一筐柿子，我要不去给你们洗了去。啊，那你洗去吧。行。哎，等等，让他俩洗吧，我俩去打羽毛球去。啊，不是说去做饭吗？走，先打羽毛球。我的幼园啊，龙继文和小犹太，你喜欢谁呀、啊？小犹太。模仿丁蟹。不是啊，我去澳门跟他妈妈不是想要和好啊，我见到他我就拿开水烫他呀，我烫他呀。最近咋样啊？挺好的呀，都挺好的，在学校也挺好的。我跟王生哥哥也挺好的。接着打吧。好，来。水凉凉。你洗吧。你跟林月挺熟啊。嗯，我爸妈老早不就离婚了吗？从小就在奶奶家里住，他们家就在上边。表姐经常跟他串门，一来二去就熟了。月姐人挺好的，多接触就知道。好，咋了？不高兴了？没有。不高兴你就说呗。我没有，我就是，就感觉你朋友挺多的。哎，我家里从小就没人，你要跟我似的也没人管你，天天玩，你也遍地是朋友。
晚上咱俩出去走走吧，好朋友。去哪儿？这你别管，来就知道。就我们俩。嗯，就我们俩。那你小时候给我讲的故事吗？什么故事？你忘了？卖火柴的小女孩。你知道你当时怎么说的吗？卖火柴的小女孩划光最后一根火柴，跟她奶奶去青岛了。我想起来了，你害我闹了好大一个笑话，被全班人笑。对不起，我当时怕你听到结尾太难过。我知道你是怕我难过。所以闹笑话就闹笑话呗，反正我也觉得他们去青岛了。你说我们小时候多好呀，还经常去抓蚂蚱，你还烤蚂蚱吃。哎，我记得有一次啊，我烤完蚂蚱，我就让你吃，你不吃。然后我就逼着你吃，啊，然后你回家还哭，你晚上连作业都不写了。我当时要吓死了，我妈老骗我说地里有农药，吃了准没命。然后我哭了一个晚上，还写了遗书，有一封还是给你的。那你还吃？你叫我吃的吗？我相信你啊。那还写遗书？我害怕吗？现在开心吗？开心啊，有你，有王真哥哥，我从来没这么开心过。琪琪，我现在特别幸福，我们拉钩，我们都要一起幸福。拉钩，我们以后要一起去青岛，全世界最幸福的地方。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，谁变谁是狗。咱分你一半，想要哪个？橘子罐头。橘子罐头。橘子罐头怎么了？你瞧不起啊？你要一个试试。你瞧好吧。他什么？再来一个。我还比不过你了。嘿。哎呀，为什么呀？有点东西。我再来一个。哎，跳不上来，算了，走
别啊。怎么办？别说同行了，来，老板，给我来10块钱的。菜啊。10块。给我。这把就不能给你了。啊？想要橘子罐头是吧？来了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你这个。老板，拿罐头。拿好了。是不是套着了？傻不傻呀你？我就跟你这儿傻，跟别人这儿我可聪明着呢，欺负过了就行。那也行，走吧，玩点别的去。月姐，您怎么来了？我忘了，家里什么都没有，怕你们饿着，给你们送吃的。怎么样，这好玩吗？嗯，好玩。月姐，这真是你们家院子？当然是了，我奶奶以前住这儿。哎，后面还有一个大果园，她现在住城里了，就找人帮忙看着这院子。这儿真好，空气也好，要是暑假能来这儿就好了。你暑假想来就来，到时候姐给你钥匙。不用，我就说着玩的。没事儿。张俊呢？还有琪琪。哦，他们俩出去玩了。就他们俩。啊。他们也没吃饭了吧？我去找他们啊！不用，他们自己一会儿就回来了。没事儿，就两步路。你打他那个低的位置，还真近了。打这个。我知道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要打这个边儿。我知道，你别说话。行，那你看看你近不近吧。在这儿，你别打着我手，打这儿。哎哎哎，这是什么？就你指的，你指的。到我了吧？怎么跑这儿玩来了？你怎么来了，姐？我忘了家里没煤气了，给你们送点饭啊。子琪，这好玩吧？附近小孩都爱来这玩，我和俊以前就经常来，是吧，张少爷？哎，俊，那边扎气球，你不是最喜欢玩的吗？还在那儿呢，走，跟我玩会儿去。行，琪琪，走啊。老板，来几个飞镖。来2块钱的，灰色的那个。交那个是吧？嗯。准点。哎呀，差一点。差一点啊。再来一个，有，你慢。差一点儿。再来一下。哎呀，就差一点儿啊！哎，怎么老差一点呢？怎么了？不玩吗？他经常来玩，初中的时候我们经常来。他爸那个时候刚忙起来，就把他放他奶奶家。他奶奶一直不喜欢他妈，他总是因为这事儿跟他奶奶吵架，吵完架就来我们家住。这两年倒是消停了。哎，对了，我们家门口不是有条河吗？特别清，俊以前最爱去那儿游泳。明儿没事儿，你就和小飞一块儿去看看。这么宝贝这个罐头啊，罐头有什么好的呀？让他给你扎个娃娃。我就喜欢罐头。
张俊也就是个少爷脾气，没少给你气受吧？以前啊，多少女孩找我来哭呢。不过我看你也是个硬脾气，应该是你给他气受是吧？还好。他我还不知道吗？每次他和他爸吵架就来我家住，每次我和我对象分手呢，也是俊去接的我。他我知道，就是个贾宝玉，做什么事情都随着自己的性子来。他不懂事儿，你多担待。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？哎，扎着了，扎着了，扎着了！把那给我。那，对对对对，给。可以啊，小俊，比以前快多了。怎么了？哎，俊啊，我刚刚看那边抽彩票，能抽个大彩电呢，咱去看看。走啊，琪琪。不，我回去找小飞。啊，琪琪，你等会儿，我有正事跟你说。好听。明天下午演出你去不去看？明天下午我有课。课每天都上。这样，我明天唱你给我写的那首歌。你写的词儿我每次唱都有不一样的感觉，你明天来听，我保证你一定会喜欢。那我请个假去找你。真的？嗯，真的。小飞，还在听吗？还在听。那我再给你唱一首。你生气了？没有，我干嘛生气？你跟张俊玩的怎么样？里面没有打扰你们吧？还行，他俩还在呢。你不能让林月，张俊在意的人是你。你听到没有？林月很聪明的，他就觉得张俊是他的。你们俩好不容易才和好，你千万要抓紧他。就像你一样吗？如果张俊在意我，我根本就不用争取什么。你为了王峥逃学几次了？我都是请了假的。你不觉得你为王峥改变太多了吗？我没有啊，有吗？我以前从来没见过你逃学，也没见过你化妆。你觉得王峥真正在意的是你，还是崇拜他的你？琪琪，你别说了，我就是不理解，这么做到底有什么？我让你别说了，我就是想好看，有错吗？我就是想让王峥哥哥开心，有错吗？像你这样每天我行我素的，谁都不在乎，就是对的吗？随你便吧，反正我是为了你好。那我也是为你好啊。玛丽说她今天晚上回去，我跟着她走。明天你跟张俊回。哎，玛丽，跟你一块儿回。
啊，我是因为有夜班，你真不在这儿住一晚上？不，我明天得上学，我妈不让我在这儿住。走吧。走了。说吧，什么正经事儿啊？你姑姑今天来找我说你在学校表现不好，还说你一直都不接你爸电话。我不是一直都这样吗？你今儿来找我就为这事儿？我真一直都这样，而且我觉得张三五也觉得无所谓啊。他跟宁夏老婆孩子热炕头，顾不上打理。可是他毕竟是你爸。熊怎么这么丑啊？我还拿个花啊，我给你换一下。你别闹了。过段时间我就要去上班了，以后就没时间陪你玩了。好事儿啊，你长大了呀。臭小子，你姐早长大了。就是你天天犯浑，以后啊别让我去派出所捞你。姐，我饿了。饿了自己点去。我刚还给你扎一娃娃回来呢。你不是说丑吗？那也是我扎的呀。行行，我给你点。吃什么？吃羊肉串。多加辣椒啊。知道。那天晚上，张俊突然发现，身边最亲密的那些朋友，都找到了自己的出路，一个一个的离开了他。他似乎又和小时候一样，回到了一个人的状态，而小飞。他也变了。我不明白为什么为了王峥，他可以放弃自己的学业。我觉得他错了。我讨厌这样的变化。我不想变。还嫌不够丢人是吧？快关上！小飞，
快进来，快听话啊！你找就是了，我就不管，你打我吧。小心点，快点，你们快点。Have no problem doing something. 中间的 in 省略掉，所以是 doing。哦。怎么了？感觉你挺用功的。用功也没用。那个，我走了。嗯。这个你借我的资料我看完了，谢谢。有帮助吗？道理我都懂，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就有点困难。给我讲讲。嗯，你的范文我全都看了，里面都是复杂句型和复杂短语。这些我平时能够背下来，但是我自己写作文的时候，我根本就想不起来，也用不上。这么说吧，就是我自己写的时候呢，如果我用了 that 引导的定语从句，我就觉得已经很了不起了。但是我完全想不起来会有状语从句、表语从句、主语从句什么的。你没走是在等我吗？也顺便写写作业。你看这个啊，嗯，是表语从句对吧？对，这些句型我都背了好多好多，但是我自己写的时候呢，只能用主系表这种简单句式。你要不要尝试把你写过的作文重新再写一遍，把所有的简单句换成复杂句？现在就写。咋地咋地吧。
干啥呢？打会儿篮球。没点正事了是吧？六哥，来了啊！那个吃了喝了自己拿啊！哎，玩啊！张俊，张俊，站起来！你知不知道很多老师反映你上课睡觉？看看你的期中成绩，啊？你家是没人管你？没人。行，还嘴硬啊？给我上门口站着去！把后门给我关上。何老师，还有你罗琪琪，不要以为理科学得好就行了。高考不考英语吗？单词单词不背，语法语法不学。你自己说，你到底怎么想的吧？你不说是想让我去找你班主任来是吧？你找吧。你说什么，罗琪琪？学习本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，我愿意努力，但你等不了。你什么意思，罗琪琪？啊？我觉得你说的对。哎，那么我们来张俊吗？你搞什么名堂？张俊，站住！问题想问你。什么问题？你到底有多少个好朋友？为什么每次出去玩都能来那么多人？我没朋友，我孤家寡人。就扯吧你。那林月呢？你跟她怎么回事？那是我姐。我们特别小的时候就认识了。还是我的好朋友，是我最好的朋友。
工啊！给他。王忠，出来！开门噻！出来！你搞得跟欺骗我没感情？人呢？你不是说带正红吗？干啥子？人呢？我躲他！出来呀！王忠，你啥子别给我当缩头乌龟啊？扶都扶了哟，躲起干啥子嘛？硬是躲里头。想想还有哪？朋友有文章，怎么没看嘛？走。